培训。每一个新职员都要在公司经过一个月的培训。培育。在我培育下，这棵小树一天天在长高。我今天的成功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培育。配备。公司给每一个员工配备了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。配偶。他开玩笑地对妻子说，我很羡慕你，你的配偶比我的好。配套。为了和家里漂亮的厨房配套，我又买了四把真皮的椅子。我住的大楼旁边还有一个配套的小公园。盆地。成都周围都是山，成都市就建在中间的盆地里。烹饪。我的妈妈烹饪技术很高，经常在电视上教大家怎么做菜。棚。我把一只小鸡捧在手上。他15岁就得了全国个人网球比赛冠军，电视、报纸都捧他，说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。批发。这些苹果的批发价格是3块钱一斤，我卖5块钱一斤。批判。他的作品得到了许多赞扬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。批。我把木头劈开，冬天用它来取暖。皮革。我把木头劈开，冬天用它来取暖。
疲惫。工作了一天，我感到很疲惫，想休息一会。疲倦。锻炼两个小时后，我已经很疲倦了。屁股。坐在地上，我感觉屁股很冷，还是坐在沙发上舒服。譬如，我喜欢吃水果，譬如苹果、香蕉。片段。电影中有十分钟的片段特别精彩。片刻。我去图书馆还一本书，片刻之后就回来。偏差。我估计你120斤左右，偏差不会超过3斤，对不对？偏见。他认为体育特别好的人都不聪明，这是很大的偏见。偏僻。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，离最近的城市有100多公里。偏偏。班上很多同学都讨厌他，可是我却偏偏喜欢他。漂浮。秋天的河里，漂浮着被风吹落的叶子。飘扬。他站在风中，头发随风飘扬着。拼搏。老师鼓励学生拼搏最后100天，争取考上好大学。拼命。掉进河里的人拼命地喊：“救命！”贫乏。
他小学毕业后就去城市里打工了，所以知识比较贫乏。贫困。我们正在捐钱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。频繁。他们两个人认识以后，都被对方所吸引，频繁约会。频率。你最近出错误的频率有点高，请你认真一点好吗？品尝。为了推销产品，超市里有些食物免费让顾客品尝。品德。他不但学习好，而且品德好，很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。品行。他人很聪明，但品行不好，有点自私。品质。他的道德品质优秀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。平凡。他不喜欢过平凡的生活，他想当电影明星。平面。那个国家的地比海平面还低。平坦。这条路不平坦，一般的车子不能在上面开。平行。我家前面和后面有两条平行的马路。平原。这里是一片平原，没有山。评估。学校正在评估王教授的最新发明。评论。好多读者在网上看到新闻后，都发表了自己的评论。屏障。城市北面的高山是天然的屏障，把寒冷的北风挡住了。坡。这条马路是个上坡，直达山上。坡。
厨师把一勺子辣椒油泼在面条上。泼。这道数学题很难，我颇花了点时间才把它做出来。迫不及待。我的朋友说这部电影非常好看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今晚就去看一下。迫害。由于受到迫害，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。破例。由于他非常聪明，尽管他年龄小，学校破例让他上了大学。破例。这个公司的 CEO 很有魄力，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买了几个小公司。泼。小孩子见到妈妈回来了，一下子扑到妈妈的怀里。